嗨，跟大家分享，我拿到了这一张非常好看的这个中信买位的这个所谓的千账金融卡哦。一般而言的话呢，其实如果你有这个所谓的信用卡，那你其实不太需要这些千账金融卡。好，所以我个人觉得这些千账金融卡是否这个所谓的学生族群来使用，因为一般学生族群办不下信用卡，所以非常推荐你开个账户就可以享有这个千账金融卡的优惠，很不错。第一推荐呢，来就是这一张哈，之前也跟大家分享过这个很可爱的拍钱包的这个所谓的千账卡，好，拍 to debit 卡，拍 to debit 卡呢，它的优惠就是不分海内外直接刷卡就是 2.5% 的 PB 回馈，好，但是前提是你的账户要放钱啦，有放钱呢就可以拿来刷，我觉得算是目前千账金融卡里面回馈第一高的卡片，好，第二张的话呢就是我们这个中信买位千账金融卡，好。买位千账卡它有什么优惠呢？它的优惠就是国内 1%， 海外 2.5%、哦、所以这个回馈其实基本上不算非常的好，但是就这所谓的千账卡的优惠来说，其实也算是很不错了、哦、中信难得推出一点像样的优惠、哦、大家应该要支持一下、哦、但是呢，我个人觉得这个买位它的优势其实是什么？应该是说中信它建置了大量的这所谓的 ATM， 在全台一共有6000多家，你只要申请数位账户就可以去这6000多家的 ATM 免费存免费提，我觉得这是它非常强大的一个所谓的优势，因为其他的银行比如说台新或者是国泰世华也都是只有它的一半不到，所以我个人觉得这张卡片就算它没有什么这个所谓的高利活储跨转的优惠还是很值得办下来使用，因为你走出门一个转角就是一个 ATM， 你要存钱要提钱都是不用被收手续费的，我个人觉得这是我个人最推崇的这个所谓的千账金融卡，好，提供大家参考。好，我们今天的分享呢就到这边告一个段落，好，我们下回再见，拜拜。